好，但他我一定们会又很回来了，抓狂，回来抓看狂他们，的什么声音这么大动静？哦，还要清理这里。啊，那个上面也要清洗。哇，这也太讲究了。啊，这个地方确实要洗一下。啊，这边也在搞了。从那边再去看一看。哎呦。哦，这里都还没搞。哦，客厅也搞得差不多了，客厅也搞得差不多。哦，也没呢，这里还地还没弄呢。外面是搞过了，外面，哦，那一间搞好了吗？这一间搞完了吗？他把这个帘子都拉起来了。哦，这间搞干净了。哇，他把这个沙发给我放在这里了，啊，那这个就我们自己来搬吧。这边我是要放书桌的，沙发我要放在这边。冰箱呢？冰箱我看看。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啊，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啊，这个房间也差不多了，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弄过来了啦。我来看看我们家的用电情况。今天已经能看我们家的用电情况了。来，太阳能光伏打开，我们家的用电情况。哦，今天哎呀，这个看不清是吧？我要到这里来看。嗯，今天发电16度，我看看。哦，发电16度，用了23度电。购买了23度电，用了16度，哎，这什么意思？哇，用得过头了。哦，7.7度，用了7.7度电，太阳能给了16度啊，所以说还是会要用到一些那个的电的。把这个沙发也拆掉了是吧？一个放到楼上去，可以。泳池这边的浴室、洗手间，哦，都清洗得很干净了，不错，不错，不错。对，可以，很好。你来看什么？看论文洗漱。你游泳池里洗好了呀？你跳下去好了呀？你怎么不搞？我没有换洗的衣物。我也没有啊。啊，我来帮你。来，我帮你。好。牛牛现在已经过来了。你这个也算减肥了吧？啊，你这个也算减肥了吧？当然算，我这样还不算减肥，今天我减大肥了。那你今天自己扛会减肥更多。好，就放这里。搬过来。好。哦，牛牛房间还有单独一个 WiFi 的。对呀。这么高大上。好。嗯。完了，那个不来。什么？交接还不交接的话，我们空调开不来，空调还都在他们手上。他们把空调遥控器掌握了。对，他们今天5点钟来跟我们做交接。那把命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了。好，然后这里放一个，然后这里放一个包盘架。嗯。哎呦，我房间也好了。这边哦，还有东西的。啊，这件也好了。你们房间不放个沙发？都好了，都好了。也可以放一个，到时候在这里也行。嗯。哦，阳台也好了。阳台你们到时候还要放东西的了。阳台到时候放出桌椅。好，可以了，满意。我也很满意啊。嗯、这边。这边。哦，看上去很好嘛。他们还要搭那个。嗯。好，满意满意。这两个人没地方坐了。他们都在搞卫生，就让他们这两个人就坐在这里，坐在树下。这里凉快啊，这里因为有风的嘛，有穿堂风的嘛。这里是细石子，再加草坪，再加粗石子啊，蛮好看的，设计的还是可以的。哎呦，这种不知道是什么石头。哎呀，还是弹出来了，没用。这个也不用放在这里。
这个也去扔掉它。啊，对，你那块也就放在上面好了。那一块掉到哪边都不行。掉哪里随它了，无所谓，一块石头，没事。垃圾也捡捡掉。啊！哇，这样在查，你说什么？对呀、啊，要我这么大个肚子，我顶在那上面我就下来了，肯定掉下来了。哇，这个比那个豆奶像还要窄。基本完工了，最后的工作做做好，我也坐在墙根里了。我也坐在这里了，累死了。哇，今天这一天真累，累死我了。那边还在泳池，那边也还在弄。啊，基本上搞定了，基本上搞定了，不错不错。期节目由木林森国际网路虾皮购物台湾站特约赞助播出。我们木林森的国际上网卡现在在台湾也可以买到了，我们已经开放了虾皮台湾站，如果您要出国出差想要畅享网络的话，就可以在上方的这个链接或者扫这个二维码进入店铺，直接选购您所要去的国家购买这个电话卡。这个卡您只要到了当地插入你的手机即可享受网络，要出国旅游还不赶快买起来呀。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房子做最后的交接的日期了。造房子公司把所有的资料啊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来做个交接。房子已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这个门啊什么是我们自己在搞，杨老师的老公还在帮我弄，估计今天弄完也就 OK 了。因为之前这个门很重，这个门有500公斤，然后这个木头可能就有400公斤，然后这个铁是100公斤，他跟我说，所以他的这个重量很重，我们装那个电动的那个马达，这个门拖不动，所以他现在要把那个下面的钢轨都要换掉，钢轨换掉以后他可能就灵活一点，然后就可以用那个就是马达，然后把这个门自动的开关啊。然后室内部分已经全部都 OK 了，全部都搞定了。我们进来看一看今天做最后的这个交接啊。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资料。那个经理去看一下，就我们那个开关，我说中间不太顺畅，请他们调。啊，对，这个他们应该会调解的是吧？知道会不会调解。OK 啊。你是他女朋友。这里也是呢。哦。你这个开关也不太好。嗯。提升。你。And he okay. And I need no, no good. Okay. Take a picture first. Yeah, yeah, yeah. 你把不好的那个给他两个摁下去。嗯，安妮，安妮，这个开关也不好。安妮，能松散，能松散菜。啊，其他应该都没有任何问题了。所有的都搞定了，然后昨天我也在这里试住了一晚上，所有的东西我也都去尝试的用了，然后包括我们太阳能啊什么用的也确实是不错，省电能省掉一半。等到接下来如果说是白天的这个太阳能能卖给他们国家，那么我们电就更省了。现在是白天，反正我用多少电全部都是太阳能能够覆盖掉了。我们的是10000瓦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白天最高也就用到4000瓦。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是用的量越高，它相当于发电发的越多，就用多少发多少电，所以它多余的这个还有几千瓦那个是浪费掉了，所以如果能卖给国家的话，相当于我如果卖4000瓦，它相当于每小时还能再发6000瓦的电出来去卖给国家，那个电的话我就可以到晚上去用去，就会比较划算。嗯，然后我们看看做最后的这个交接啊。 OK 啦。Can 什么东西啊？他现在就拿工具来。哦，现在去拿工具来修是吧？好好好。这么有效率。那这是什么？他们拿过来的是吧？啊，里面可能是装那个的盒子吧。嗯。OK。So need that you want the remote control. 遥控器，各个遥控器。Yeah, right. Yeah. So this one also include like the warranty paper.
保修卡啊，保修卡可以，这些都放起来好了。So you can like fill it and send it to the company. Okay, so that will be fine. Yes, okay. 这个是一个大的。大的呀。大的耶。Yes. Now try. 试一下。It will use like a battery. 啊，没有电池是吧？你先拆开吧。Let me check. Okay, let me check. 他有看看，他也不知道。嗯。好，杨老师的老公还有一点问题要跟他们说一下。嗯。负责是真的负责的，是。啊 ，OK， 明白。我刚才在门门门看，刚才在这边聊。OK， 好的。有什么状况吗？好，这一台大空调，七匹的这匹海尔要开起来了。感受一下看，24度，23度，试一下，然后我要看一下我手机上面现在的这个耗电量。哇，这个我可爱看可爱看了。哇，你看2000瓦了，要用到2000瓦了。哇，这个就开始往上走了，这个线路就开始往上走了，用电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厉害。这个真方便，发了5度电，这个就有太阳以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个5度电，然后这个11度呢是昨天半夜12点开始一直到早上有太阳之前我们用的电，方便吧。这个是我们整套的图纸。And this one you asked for like the electrical system and everything, so I print it out separately from the overall plan. Yes, so you can like keep this one if you need to add more like the socket or anything, you can let the Thai mechanic. 他说让我们保存这个，如果后续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对，电路在哪里，管路在哪里都知道。OK OK。Yes, and so this one will be the authorized. 所有的资料。Y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s you can see, like the red.这是审批过的图纸，等于审批的资料全部都敲过章的。Yeah, so this is like the authorized plan and drawing from the municipal. So this one you have to keep it. Okay. Yes. So it will include all the architecture, structural, electrical, and sanitary system of this house. 所有的内容都是审批出来的，等于是。建造，然后电路、水路什么的，全部都是建造出来的，对。好复杂，看也看不懂。So, if you like have anything or any problems or like any question of the house, you can always contact us. 以后有问题就联系。对。Okay, thank you. Okay, ah. Yeah. Okay. Also, just wanna tell you that you can see like here is if it A, S, E or S N, it will be like for E, it will be like electrical. Yes.So this one will be A for the architectural part only, and this is 它有个 A 的，就是属于 A 的，明白了。然后他这样就把这个电给你打印出来了。对。其实这个也在那个里面，对吧？整套都在里面。好 ，OK。OK，and this one is like the 好，竣工要签字，竣工签个字。If you I will make a copy in English for you later on if you like in English also. 他说等用户如果我们要英语翻译件的话，他再做一份英语翻译。好，没问题，这个没问题。Okay. Yes. So if you say, I'm sorry, it's in Thai. So if you say that we will warranty for the architectural part for 1 year and for the structural for 5 years, and this paper we have like been hand over the house on this day, which is like the 2nd of July 2024, and we will include the plan and drawing from the municipal, the construction certificate from the municipals, and also the remote control with the warranty, five set.Of it, okay, yes. So you, I would like you to keep this one, and like if there is anything, yes, you can like always contact us to come back to fix anything. Yes, okay. 这份东西签了字，然后以后出问题找他。好 ，OK， 没问题。Okay. 来，我来签吧。Thank you, sir. Okay.
keep one. Yeah, give me one. Yes, keep yes. one.他那边到时候还会叫技术团队过来看一眼。好，可以的，反正有。那么我们的监控怎么弄？哦，还有CCTV。CCTV， 哦 ，yeah。Okay， so you have to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Yes. Yes. Could you please download this one? Let me type for you. Yeah. Okay. Sorry. 你现在切换到中国电脑？我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有？No， 啊，有，哇，也是中国的，叫云视，啊 ，Chinese， 啊，所以有中文的，所以我们云视云视频，太阳能，他们这个监控还是切换到中国电，因为这样下载是中文版，对，如果泰国电的话，下载是那个泰语版、英文版比较不方便，对，因为我们的太阳能是华为的，所以我们下载的这个 APP， 我到中国电去下载的话是中文版的，我在泰国电下载的它就是泰文版和英文版。所以的话我把店铺切换回了中国店铺，这样的话我下载的都是中文版。现在它的这个 CCTV 居然也是中文版啊。OK. My phone number. Yes. OK. 这边我要来看一下。好，那边打理花园的事情弄好了，其实也是个系统工程。好的 OK、This give me? Yes. 哇 Thank you. 小米一个净化器，我觉得是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I'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 I strive just to say I'm alright.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m alright.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I'll push all my chips and call all in. I'll bet on myself, you keep stalling. I hear destiny and it's calling. I'll keep my head up high through the downs and lows. And we're all going life, still nobody knows. But I'ma choose what's right and take what comes and goes. And ain't no one in life holding me back no more.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Back a year ago.